书接前文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黑色，就叫乌龙居吧，好名字，好名字，乌龙居。但是嘴那么说，谁也不敢动手摸。马有脾气，主人摸得行，别人一靠近他瞪眼睛，玩这个劲儿，那咬你一口，踢你一下，犯得上吗？项羽过来，抹擦抹擦毛，把丝缰解开。拿着应用之物往外走，把庙门给带上。这项羽啊，驻足了半天，恋恋不舍呀，心里的想着，道爷永别了，不知道何时何日才能相逢啊，这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呀。大家都说，少将军走吧，家里人都惦记你呢。好，上马。人无头不走啊，大伙众星捧月一般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心平气和，马的速度用不着那么快。项羽这才定下心来仔细观看，哦，涂山的脚下布满了村庄镇店，那会儿光是遛马了，他着急没太注意，这回看清了，而且这村庄一处挨着一处，刚进一个大村子，项羽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书中代言这叫罗夫村。刚到村口，一看这发生什么事了，就见男女老少数千人呢，哎呀，人头攒动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准备准备准备，敲打起来，敲起来，咚咚咚。擦擦擦，咚咚咚，擦擦擦。项羽众人这才看明白，干什么的？耍龙灯的，踩高跷的，扭秧歌的，还有唱二人转的，都出来了。那边说二人转，这我也不清楚，反正这么说他热闹。人们是载歌载舞啊，老百姓是笑语欢声啊，来了来了。过来把项羽众人就给包围了，众人打量，就是他就是他，我见着了，降伏妖怪，就是这个壮士。有人静如神仙一样，项羽一看这是看新鲜的，赶紧在马上抱拳，各位父老乡亲，闪一闪，让一让，别把你们碰着，少将军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姓项，名吉，字羽。哦，在吴中杀死那狗官的就是您？正是在下。哎呀，杀死那狗官的就是他，他是义军的头领，听说他还有叔叔，叫像什么来，记不清楚了，他们就是头领，这回开了眼了，人太多没法走了。项羽怕把人伤着，甩凳下马，这些人鱼贯而行，项羽不住地跟旁边的人招手致意。往里边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有一帮老头把道路给拦住了，能有20多个老头，不用问，都是本村的富户，另外呢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。为首的有一个人，上中等的个儿，长得胖不墩儿的，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，带着慈祥，花白的头发，花白的胡须，身穿葛布袍，腰系丝带。这个人站在中央，那些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这个主大踏步来到项羽的近前，哎呀，少将军，请了请了，能亲眼目睹少将军的风采，三生有幸，老朽
理过去了。哎呀，老人家不可如此说，还礼还礼。老头挺客气，少将军呐、啊，我怎么说呢？你替我们本村降服了妖马，给我们本地除了害了，老百姓十分感激，这不都出来了。全村子的人全出动了，我代表父老乡亲向您表示感谢。没别的说，您不能就这么就走了，请到我府上少坐片刻，我呢也招待招待您，赏给我个脸吧。到家里吧，别走了别走了，到家里坐一会儿吧，哪能让走呢、啊、父老乡亲十分热情啊。项羽一琢磨，只好如此，不能驳人家面子。老人家，却之不恭，那就听您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老者在前面引路，众人在后头跟着。来到他家门前一看呢，就明白，明白什么？大财主，院墙也高，门楼也宽，带几凳台阶。进了院一看，非常宽敞啊，正房、配房、前后院能有几十间房子。他家里人也不少，出来进去的，看新鲜、打招呼的，大家围着项羽大步流星走进正厅。进屋一看，屋里的也十分的宽大，老头弯着个腰啊，款待贵宾非常谦虚，非常客气。各位英雄光临寒舍，请坐请坐，少将军请来上座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老头吩咐一声泡茶。哎呀，项羽就闻着这茶叶打鼻儿那么香，抿了一口，好茶好茶。请问老人家，这是什么茶啊？您见笑了，这是本地产的一种黑茶，你要尝着好喝的话，临行之时多带几斤，算聊表我的寸心。好好好好好好。老头又吩咐一声，准备吃喝，越丰盛越好。这叫盛牌宴宴呢，杀猪宰羊，勒狗抿骆驼，这块有些人还爱吃狗肉，还有人吃骆驼肉，口味不一样，总之非常丰盛。那儿准备着，项羽冷不丁想起来了，嗨，我多糊涂，说了半天话了，还没请教人家尊姓大名呢。哎，觉着脸上有点发烧，有点失礼。哎，老人家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哎呀，我呀姓于呀、啊、因为我在家排行为首，我是老大，人们都管我叫一公，全名叫于一公。哦，家中还有何人？有个老伴儿，老伴儿身体不好，常年卧床不起，还有一儿一女，我儿子叫于子期，我女儿叫于姬。哎呀，小女孩没见过人呐，听说家里来了贵客了，躲起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哦，很好很好。说到这儿，适可而止，你不能刨根问底呀、啊。时间不大，一公吩咐人盛牌宴宴，大家分宾主坐好了。那就别洗外了。项羽心里盘算，吃完了照样得给人家钱，生不熟面不熟的吃一顿干嘛？找人便宜嘛，不能干那种事儿。反正他嘴没说，在酒席宴前，酒过三巡。什么叫三巡呢？在座的人一人喝一杯，转圈又回来叫一巡。喝三杯转圈要回来叫酒过三巡，一般的菜也都尝个不得理儿了。哎，这时候项羽说话了，请问老人家，您以何为生啊？哎呀，说白了，我就是个马贩子，我是贩马的，
少将军既然问到这儿了，您别生气啊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您现在降服那匹怪马，那就是我家的马呀，那是我的马呀。哦，还有这么回事啊，老人家，既然是你家的马，因何放他出去故意咬人踢人呢？现在我把他降服了，如果老人家愿意的话，把马原物送还，你还牵回去，我不贪这个便宜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少将军多虑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想啊，在席前取个乐，给您介绍介绍这匹马的经过，我绝没有讨回来的意思，看来他是给您准备的。千里马比千里人骑呀，怎么您来了他就老实了呢？这也是一种缘分呢，哈哈。于一公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其实没什么太有意思的事儿。原来他是个马贩子，在口外他贩马，这贩马每一次回来都几百匹呀，这才能倒腾得开。在马里头他挑选上等的马，当然卖好价钱，卖个贵价，劣马就把它淘汰，或者拉车，或者种地，或者把它杀了吃肉。他筛来选去啊，就筛出一匹母马来。这母马跟黑缎子一样那么黑，怀了崽子了。哎呀，他精心照顾，后来正生下这个马驹子，就是这匹马。这小马驹子一生下来，毛管就刷亮，跟其他的马就不一样。这一公啊是相马的专家，对马他有研究，一看这是龙种，这样长大了之后，这可是宝马良驹啊！我呀好好喂养他。果然半年多之后，这匹马出路了，成了成马了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好看。但有一样不叫人靠近，出来你喂它行，它吃食的时候你得躲开，你在跟前它不是咬你就是踢你，脾气暴躁。找了几个驯马师也没驯服了，怎么也驯服不了。有一次驯马师急了，拿鞭子抽了它一鞭子，它急眼了，把驯马师踢倒在地，是越墙逃走。你说它多厉害，马还在跳墙的，揉一下就蹦出去，他就跑了。为这事儿还出过一次人命。他跑了之后，一公舍不得，快找快追，撒下人马就去追，追了一天也没找着，不知他跑到哪儿去了。有人就说：“袁伟爷，别找了，这马跑出去就奔涂山了，进了深山老林，上哪儿去找去？”慢说咱们人手不够，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撒大网也难以把他找回来。算了，哎，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一天没找着，晚上关门睡觉。哎，这批乌龙驹啊，自个儿他又回来了，他认得道，脾气过了，晚上溜溜达达进了村了，来到老头义工的家门，但是大门关着呢，这匹马一看进不去，也没那个荣幸劲儿，也不能再跳墙了，就在门口这转圈。本村有个贪小便宜的，是个赌鬼，叫王麻子。这王麻子输了钱了，晚上往家走，心说话怎么那么倒霉，哎，我怎么每上桌必输啊，这回去如何向老婆交代，还得赌啊，还得捞一把呀，上哪去整钱去呢？他盘算的时候一抬头，一看整条街上非常清静，就是老于家家门前有一匹马来回转动呀，这匹马没主啊。哎，一想不对，有主，肯定是老于家的。老于家是马贩子，可能这次买的马匹太多了，这匹马落了单了。哎呀，这就归我了，我要把它卖了，我能发笔横财呀。你倒好好打听打听，这小子这个愣头青，
迈步就过来了，别动别动，鱼鱼鱼，哎哎，伸手一抓马鬃，这马可不干了，这马甩起脑袋吭就一口，正咬到他膀子上，哎我的妈呀，拽下一条的肉去，袖子也拽掉了，紧跟着马一掉屁股，咣就一蹄子，那蹄子跟二碗差不多少，这一蹄子不要紧，正好踢到小肚子上，都把王麻子踢飞了，离地五尺多，哎呀一声摔倒在地，摔到地上顿时人事不省，顷刻之间七窍流血而亡，马也跑了。等天亮之后，老于家的人起来了，打扫庭院呢，手下人把大门开开一看，啊妈呀，怎么有个死岛啊，哎呀，赶紧禀明义工。老头一听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人命关天呐，赶紧提着衣服到门前一看，傻眼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，快点报官吧，报了本地的亭长，亭长过来验尸，这一验尸验明白了，这袖子给咬下一条子去，袖子没了，一看是马牙的印子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判定马把他伤着了，再一检查这身子，马蹄子印儿在那儿呢，确定无疑，这马给踢死的，但是哪匹马给踢的，无凭无证啊，验尸结果出来以后，医工是个厚道人呢，赶紧找王麻子的家属，后来找着了，到那块赔礼道歉，赔金子赔银子，息事宁人呢，这要京官可就麻烦了，好在这一家哎通情达理，王麻子这一家父亲母亲哎儿媳妇都通情达理，为什么呢，这一家人都烦透这王麻子了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一头扎到赌场里的，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赌光了，这是个祸害，他死了去掉个祸害，因此人家也不愿意经官，愿意私了，经亭长调解，花了50两黄金把这事儿给摆平了，哎，爷给埋了，就算了了事儿了，这匹马从那天开始就没回来过，后来经常听着信儿，有匹怪马在北村伤着人了，后来又听说在南村伤着人了，义工是唉声叹气呀，心说话，这不是造孽吗，抓又抓不着，再要踢死人咬死人，我得负全部的责任，正闹心呢，哎，项羽露了面了，降服了怪马，他心里这疙瘩这才解开，这不是恩人吗，所以酒席宴前他说起了往事，大家听完是哄堂大笑啊，义工就说，少将军您积德行善呐，您不但把他给降服了，村里的百姓也感谢您呢，我就以这匹怪马相赠，您不必客气，我绝没有讨回的意思，好，多谢多谢，接茬往下吃，又上酒又添菜，吃着吃着，项羽一看就发现义工老头把筷子放下了，拽出手绢来在那连擦鼻涕再擦眼泪，哎呦，嗯，项羽一看脸就沉起来，心说这老头有病哎，你哭什么呢？多扫兴，说的挺热闹哎，你看你怎么掉起眼泪来了？啊，明白了，我们吃的太多了，他心疼了。又一想，不见得吧？那是为什么呢？既然马的问题也都解决了，你哭什么呢？项羽是个直肠子，心里有什么他憋不住，他就得说，他把酒碗一蹲，老人家太扫兴了，
虽然你上了几岁年纪，你也是个男人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人前落泪不怕丢人吗？因何伤心落泪？难道说我们吃你的东西太多了吗？临走之时我加倍给钱就是。哎呀少将军息怒，少将军息怒，他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我有难言之隐呐、啊，想有求于少将军又难以启齿，但是这个事儿又躲不过去，我心里都不好受，故此我掉眼泪。有什么为难之事，能不能当面讲来？我但能帮忙，一定尽力帮忙。您不是帮忙，您是非帮非帮不可呀。少将军，说起来这件事情，我上吊的心都有啊。于一公在家里的盛宴款待项羽，在席前大哭。项羽不高兴，问他怎么回事儿，他也没必要隐瞒了，当众讲述了经过。讲完了之后，项羽气的把酒碗就摔了，啪！世上居然有这等荒唐之事，气杀人也！哇呀呀呀呀呀！这下要了命了，这房子都晃动，震的旁人耳膜都疼，我的妈，跟打雷一样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这个事儿啊，咱还得从头说起。怎么说呢？秦二世胡亥继了位了，这胡亥是个昏君，咱前文书说了，他爹的智慧、雄才大略，他一点都没继承。那个残暴荒淫，他是有过之无不及。他即位了之后，一切把持大权者就是赵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